安娜姐姐，暗港一个人都没有耶！不可能啊，我看看啊，居然有三队人，吓死我了！这么多人，我还是在这边防区搜一波吧。我可不想那么快就变盒子。安娜姐姐，我们可以智取。什么智取？要喝金龙骨。我懂了，暗港三队人肯定会剩一队人活着走出来。我们这里是必经之路，放一辆合金龙骨，他们肯定会上钩。我们就用合金龙骨来钓鱼，不过要麻烦下小东去找亮蹦蹦。我就知道，又叫我去找车车。这里有亮蹦蹦，太好热。安娜姐姐，我会加热。找到蹦蹦了是吧？很好，你再往前面开，停在这里吧。好，我就停在这里。很好，我换上合金龙骨，把后轮打爆。好，没问题。这样子，敌人就算坐上去了，也开不走。好了，小东，你赶紧上屋顶。好，我就趴在这里，只要敌人一坐上车，我就用弓弩把他击倒，然后小东你开枪吸引，知道吗？没问题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我们两个配合，肯定能钓到大鱼。走着瞧。这事可算是出来了，小东，有人来了，准备好。好，敌人看到合金龙骨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要坐上去了。奇怪，他怎么直接走开了啊？难道合金龙骨不香了吗？安娜姐姐，会不会是人机啊？不可能，这就是真人，好吧？人机是不会收枪跑的。别急，我们先不要乱动，见机行事。我相信他肯定会回来开合金龙骨的。会不会敌人知道这是钓鱼啊？所以这更不可能，好吧？我就不信敌人不上钩，继续观察。好。等一下，敌人好像往这边过来了，难不成？太好了，敌人要坐上合金龙骨了，准备起身，开镜瞄准，咻，成功击倒。安娜姐姐，要不要补他？别急，让我试一下，用弓弩补掉他。有辆车过来呢。啥？我看看，这应该是他队友。不用慌，还没发现我呢。小东，你开枪吸引他们。好，只要他敢扶队友，我就用弓弩把他带走。我试下。哎呀，我被击倒了。哎，叫你开枪，没叫你正面和他刚呀。你先躲好，我击倒这个扶队友的。咻。成功击倒，就问你慌不慌？安娜姐姐，还剩下一个。我知道，我就是等他扶队友，再用枪把他带走。为什么不用弓弩啊？因为我想让他知道头上有人，一个起身加腰射，全部带走，搞定，全部淘汰。这波钓鱼成功的，太香了。废话，每次钓鱼差不多都成功，好吧？赶紧过来扶我。来了来了，这就过来扶你。好了，这波钓鱼完美结束，赶紧舔物资，我们要跑毒了。好，安娜姐姐，我们在这里开戏吗？对呀，先让他们两败俱伤，然后我们再下去捡漏。等一下，小东，你看到没有？山上有辆吉普车在动。看到了。不对，还是两辆吉普车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要开到我们这里来了。我看看，这里有个空投。我懂了，来舔空投的。那我准备手雷。等一下，这车怎么卡在这里了？是我卡了，还是他们卡了？好像是他们，居然把自己撞倒了。这也行，把自己撞倒了，然后还炸死了自己。这波操作，安娜实在是佩服啊。好了，戏看得差不多了，趁敌人还没发现我，赶紧下去。安娜姐姐，围栏外面有人。我看到了。难道最后四个人是一队的吗？好像是。那我只能这样了，借助烟雾踩中围栏，快速跳跃加开枪，让敌人反应不过来。糟糕，原来外面这么多人。草率了，草率了。小东，看你的了。不是，我是娘娘。虽然拿了个第二名，不过将就点还是挺不错的。行吧行吧。